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59页，659页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又弥陀苏超曰：无生人略有二种，一越法，二越行。越法则诸无其作之理，戒曰无生，慧心安此，故名曰人。这个就法上来讲，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这个五句话呢非常重要，前面四句话是讲能生的自信啊，自信是清净的，这第一句说的。第二句说的呢，自信是不生不灭。第三句讲呢，自信本自具足啊，他没有欠缺，究竟圆满。第四句话说的是自信本定，本无动摇啊，自信是定的，是不动的。啊，那么不动就见性，我们见不了心，我们心在动，这个在动的心叫生灭心，生灭心是假的啊。佛经上常常叫它做无常啊，无常就是不定，前念灭了，后念生，生灭的速度啊太快了啊。我们根据弥勒菩萨的说法，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一秒钟，它有1600兆次的生命。记住，单位是兆，啊，万万是亿，万亿是兆，啊，数目字是兆。这样的频率确实是在我们面前，这个就是宇宙的真相，诸法实相的真相，不可得了，我们掌握不到。我们在前面用过去这个电影来做比喻，啊，现在的电影呢，用数码了，不用胶卷了，啊，以前照相用胶卷，啊，现在都用晶体了，不用这个，没有那么麻烦了。但是胶卷呢，容易懂，啊，胶卷。这个电影呢，它的原理就是动画。啊，拍摄的时候是一秒钟拍24张，连续的拍下来。放映的时候，同样的速度，啊，把这个影像打在荧光幕上，打在荧幕上。那么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好像很逼真。啊，人是动的，啊，音声是连续的，我们听得懂，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是什么像？什么一种像呢？不是单独一片，单独一片看不到，毫无意义。啊，是一种相似相续像，因为我们知道，电影的拍摄每一张都不一样。每一张都是独立的，就是一个念头。啊，佛经上常讲一念，一念就是指这一念。啊，那么这一念里面，我们需要多少念，我们才能感觉得到？啊，大概让我们有个清晰的感觉，至少是1/2秒。那么1/2秒呢？一秒钟24张啊，1/2秒就是12张。12个画面重叠在一起，我就混淆在一起，我们看到东西了，嗯，听到他说的话了。如果单独一张看不到，啊，单独一张。速度很快，我们有一个感觉，有个光亮了一下，光里头什么东西没看见，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都能感觉到的。那么现在从这个基础上，把它的频率增加到1秒钟1600兆。试问了，我们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会有感觉吗？真的没有感觉啊！科学家在找宇宙的起源，啊，生命的起源，没有起源了，到哪去找啊？就在当下了。给你讲真话了，没有时间呢，也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又告诉你，根本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呀。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啊。啊，宇宙什么起来的，就在当下。这个很难懂。
这是事实真相。没有过去，要找过去，要找宇宙开始。怎么开始呢？没有开始，不生不灭，这是讲万法。莲池大师苏超里说得好啊，如果就这个无生法人呢，要就法上来讲的，住无起作之理，一切法没有起作的道理，永远没起，没有起就是没有灭，不生不灭，这一句话是真的。不生不灭，要在里头去找生灭，这就苦了。着急十年，着急百年，着急亿年，着急亿万年都找不到。为什么？他没有，你落空了。这个科学家们到什么时候才真正服了佛说的话？这叫无生啊，无生就无灭了，所以你不要去找生灭，生灭是幻象，刹那没有了，还会不会现前？没有，没这个道理。假象啊，电影这个假象，它有底片。自信的假象有没有底片？有底片。它那个底片不是物质，所以拿不出来，也不是思维，也不是想象。换一句话说，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心理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真有啊，在哪里我们看不见。有人看见吗？有。谁看见了？佛看见了。还有人啊，《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那就是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佛是妙觉，统统都看见了。证得这个层次的人很多，我不是一个，一个人说了不算数。得到同等层次的定功，通通看见，看见说出来都是一样的，这没话讲了，这真的可不是假的。佛法是科学啊，怎么说？科学要求证，佛法求证，没有证的不是你自己的。证得就是怎么证得？放下就证得啊，六根在六尘境界，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证得了。这就是八地的境界。我们很认真很冷静地去想一想，我们能不能修到这个境界。
不可以说不能，也不敢说能。不可以说不能，因为你自性本来是佛。我们的自性跟如来的自性是一不是二。佛有，我们有，绝不逊色。佛真的，佛放下了。我们为什么不敢承认真的呢？我们放不下了。口里说放下，心里也想放下，事实上就是放不下。这个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是无始无明的习气。这从理上讲的，从事上讲的业力。我们的业力太重了，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则造业，念头才动就是造业，开口说话口业，所有的动作是身业，身口意三业，念念不停在造啊。这一生几十年累积下来多少？如果再给你算总账，过去生，再过去生，生生世世累积的有多少？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说，如果这个业力要是有物质的形象，净虚空都容纳不下。佛说这句话，我们细心去思维，它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是净虚空都容纳不下。好在什么？它没有体积。它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再多再多，连一个微中子都能容得下，可以容下我们全部的业力，微中子。因为他们有心想，所以能生万法的自信，无相。从自信所生的万象、有相、万法，万法通通有相。虽有相，不是真的。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相由性空。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幻想有，不可得。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上的这个像，有没有？有啊。能不能到？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假的，不是真的。佛经上的两句话，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这个境界，这个真相，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所以屏幕是我们一面最好的镜子，在这个镜子体验出空有不二，空有同时存在，
空有互不障碍，这叫不思议的境界。那今天科学家把它发明出来了，我们见到了啊，在一面镜子里显示出宇宙的实相啊，或者我们佛经上的名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相，这一个屏幕显示无余，统统显示出来了。叫真真不可思议。宗门叫参究，这就是参究的处所。我们有了概念，那为什么还放不下？概念不深刻，敌不过业力，业力的能量太大了，我们这个觉悟能量小，没有办法克服它。啊，知道依旧不能放下，彻底真正知道了，立刻就放下。这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佛要多长时间？一念啊，也就是说1600兆分之一秒，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本来是佛，你就还原了。啊，回到哪里呢？一还原就回到常寂光。啊，常寂光，今天科学家有个名词，我想应该是一个意思，叫零极限。零极限就是常寂光，但是没有常寂光那个字的意思丰富。常寂光三个字的意思太妙了，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啊，寂是清净，告诉你什么都没有。啊，不生不灭，什么都没有。啊，光呢？光是遍照虚空法界。啊，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什么都没有，它永恒不灭，起作用呢，能生万法，整个宇宙啊，诸佛刹土，世界一真庄严，全是这个光变现出来的。这个意思多圆满啊，用这些词这些是智慧啊！从这个地方看，我们现在人跟佛不能比啊！啊，经典的教育不可思议啊！年轻人要发大心，要行菩萨道，要把如来的沉船接受过来。这个一生有意义，有价值。你到世间来干什么？为了继承释迦牟尼佛大法的。
啊，成就自己，利益众生。啊，真正发这种大心，认真努力去做，佛菩萨保佑你。我们看不见佛菩萨，佛菩萨看见我们。啊，你发这个大心呢，就放光啊，佛就见到了。这个光跟佛光相同。啊，光波频率相同，所以佛立刻就感应到，佛就会加持你，佛也会折磨你。佛为什么要折磨你？锻炼你呀！不锻炼，你怎么会成就啊？啊，什么样的境界你都会遇到。啊，遇到怎么办？不动心就通过了。顺境善缘，不生贪念。知道什么呢？知道一切法是虚幻的。啊，逆境恶缘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来考验你，看你还没有没有怨恨。啊，心里还有没有难过。必须在境界里，地狱如如不动，天堂如如不动，没有贪念，地狱没有怨恨，心平气和，这就通过了。啊，时时刻刻考验你啊，分分秒秒的考验你啊，你才能成就啊，经不起考验的。都被淘汰掉了。啊，淘汰掉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太多太多了。啊，不能有丝毫傲慢习气，有丝毫傲慢习气都是障碍。啊，贪嗔痴慢疑。每一天早晨起来，面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就是在境界里头把贪嗔痴慢疑洗刷得干干净净。啊，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怀疑，没有傲慢。这叫真修行啊。啊，读经打坐是修定。啊，到一定的程度了，这些东西有没有没关系，有还是天天做。天天做为什么？不是为自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啊，身心言教啊。啊，要做好样子给人看，威仪有责。啊，把整个佛法了，就在生活当中做出来。行住坐卧。释迦牟尼佛。最好的榜样啊！见到任何人，满面笑容，真诚、恭敬、谦虚啊，诚实，要做出来。要养成习惯，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万物，啊，对树木花草，
啊，真诚、恭敬、谦虚，啊，把慈悲心显露出来，对山河大地。这叫真修行啊，能够对山河大地、对树木花草，何况对人啊？老实、听话、真干，真干出来。老实是根本，不老实的人、聪明的人很难成就。为什么？他不听话，老实就听话，听话的人就有成就，就会真干。遇到佛法，这一生当中真正能成就，属于这样的人。那不是这样人没关系，来生后世再来。我们这一生学乖了，这六个字学到了，要知道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没学到，要学到不就早走了吗？怎么会还有今天呢？没学到，六个字没学到啊！这六个字学到了，这一生就成就了；这一生还不能学到了，来生、后世慢慢来。啊，总有一天呢，你学到了，学到了就叫根熟众生。啊，佛来帮助你，你根熟了，你决定成就。条件就六个字，这六个字是秘诀，这六个字是宝啊！啊，真正发心，这一生要成就，那就是善，就是张家大师早年教我。只要发这个心，你的一生呢，佛菩萨照顾你，我没有要求他，他自动照顾，自然照顾。啊，为什么？这是他的本分，这是他的事业，是他最主要的事业。帮助别人成就，帮助别人度化众生，让如来之法世世代代永续传下去。一切诸佛如来第一个事业，哪里要人求的？你求，你不具备这个条件，他帮不上忙。你具备这个条件，不需要求。啊，老师告诉我们，是鼓励我，啊，是为我安心的。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人，心不安了，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烦恼、忧虑、恐惧啊，烦躁
在我们面前呢，多么可怕了！啊，谁靠得住啊？啊，谁能帮助我？这个社会，人与人现在只有利害关系，道义没有了。啊，真正明白的人，有一个人很可靠，阿弥陀佛。你靠定他，准没错。啊，那么换一句话是，你每一天生活都是他安排的。啊，那我们呢，应该随缘，在随缘里头学不变。啊，用什么不变？就用一句弥陀名号不变。我就抱住这一个名号，我终极的目标是求生净土，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佛来了我就跟你去。啊，你没有来我听话，我这一天要做一个敬宗学生的好榜样，做给大家看。啊，这个心愿念念不忘啊！一切法无生，明白了。无论是善缘、恶缘、顺境、逆境，都不放在心上。啊，心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只依靠阿弥陀佛，这就对了。一直到圆满成佛。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速度很快。贤首过世还原观上，四德真简单呐、啊，一点都不麻烦的、啊，比三归五戒还简单。啊，它非常重要，是大德根本的大德。啊，第一条，随缘妙用。啊，我们每天从早起来到晚上睡觉，随缘的、啊、欢喜啊！啊，善缘恶缘都欢喜。为什么成就我、提升我、帮助我消业障、帮助我成长？妙用就在这个妙字，妙是什么呢？放下了，不执着了，心上没有就妙啊，随缘，心上没有缘，这叫妙，心上有了缘，着相不妙了啊，念念决定没有为自己想，都是为别人想。啊，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总目标。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那就要晓得众生苦从哪里来的。
苦从迷而不觉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是啊，觉而不迷。翻过来，觉而不迷，他就乐了。那么佛用什么方法帮助大家教学啊？所以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七土有佛了，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法，妙就妙在这里，经现在说法了。说法不一定要用口啊，做出来也是说法了，身心言教啊，身口意三业教化啊，心里头念念不忘，教化众生，身表演做出来给你看。啊，有一些有缘人一看他就觉悟了，他就明白了。有一些人一听他明白了。啊，佛就用这两种方法。啊，身，你看他一生的早一天的生活，那就是身心。啊，你看有疑惑有不明了，你问他给你解答，言教。啊，落实在身心言教，把人都教好了。啊，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那是他精挑细选的，不是普通人。啊，选这些什么人呢？业障消干净了，称心的功德具足了。他要挑这些人，那经常说无逆施物回报佛法，怎么也能往生呢？难。为什么？他临终时候忏悔了，真的回头了，后不再走啊。那这是什么人呢？这是身心清净啊，福祸极乐世界清净平等觉的条件，佛来接引他了。如果不符合，他的烦恼习气还有一些，佛不会来接引他。多少念佛的人临终的时候没有看到佛接引，于是又搞六道轮回，多啊。60年前李老师常说，60年前的人比现在人老实多了。啊，老师告诉大众，10000个念佛人能够往生的3个5个，也就是念佛人临终求往生，阿弥陀佛来选10000个人，只选择3、5个啊。哎，现在60年之后啊，我说了，
一万个人可能只有一两个，没有三五个那么多了，一两个。啊，在60年之后啊，大概可能呢，5、6万人当中有一个，越来越少。啊，所以要劝呐，要教啊，那就是我们做好样子啊。我们真正能放得下了。啊，决定不为自己。啊，要晓得名闻利养全是空的。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错了啊，大错特错了。啊，现在年轻人，我听很多人告诉我，年轻人最羡慕的是哪一个人好，哪一种人呢？明星呢？都迷在明星上，都以明星为榜样，这个问题严重了。明星将来到哪里去？他把人带好了，他到天堂去；他把人带坏了，他到地狱去。你细心观察，他将来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到什么样的地狱，你细心去观察，你都会明了。不能学。中国古时候，知识分子这读书人，以谁为榜样？以孔孟为榜样。啊，学孔子啊，最低限度，那一部四书，他是真的读了，真的明白了，真正在学习。学夫子的仁义，学夫子的道德，学夫子的生活，夫子日常生活，弟子们在《论语》上记载的温良恭俭让，悟德了。这是孔子平常待人接物。温和、和睦啊，善良恭敬啊，去离第一句话是无不敬啊，没有他不恭敬的。敬人、敬事、敬物，对一切万物啊，对事的恭敬是认真负责啊，生活节俭、处中让，不跟人争呢。退让啊！一生不争名，啊，夫子一生没有著作，
《论语》，是学生记录下来老师的为人啊，言行记录下来，不是孔子自己写的，释迦牟尼佛也如是。走了以后，经典是学生写的，头一句话“如是我闻”，如是这部经里头写的东西，是我听老师讲的，不是我的。那老师当年没有用文字写出来，这些古人都学会了。啊，古人的著作什么时候流通呢？都是走了以后，啊，学生朋友给他流通的。啊，自己为什么不流通呢？不好意思。这是谦虚欠得了教人呐、啊，一定到自己死后，别人去流通。啊，我们看古大德确实如此。啊，莲池大师的著作。他的学生古德法师替他整理流通的，欧耶大师圆寂之后，他的著作是他的学生陈实法师流通的。啊，今人我看到两个。方东美先生，他的一些著作，他走了之后，学生们把他整理流通的。啊，再就李老师，李老师的著作，好像80岁生日的时候。也是学生们给他流通啊，全集流通是往生之后啊，这是什么？不增名啊！现在人要知名度高。要赶快成名，这是什么？跟电影明星学的。啊，那我们跟的这些老师都是跟古人学的。啊，我看到我讲的东西出版很多，我都看到好多。谁给我留的不知道，谁写的我也不知道。啊，他们是从录音带、从光碟上写出来，我没有看过，我没时间看，随他去吧。啊，只要自己如如不动就好。啊，里面肯定有错处，有误会的地方，有曲解的地方。啊，希望大家看到了，给他修正过来。啊，我是决定不看的，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看这些东西。我讲完
就完了。啊，不要放在心上嘛，全是假的吧？搞这干什么？啊，要流通，流通古大德的，有价值。但是古大德的东西深，可能现在人看不懂。我们说的浅显，能帮助现在人，帮助现在人，最好要懂得，要看古人的东西，你才会真正能提升。啊，看现在的，看我的东西，帮你起信，不能帮助你提升。啊，能够从这个地方对古圣先贤产生信心，产生恭敬心，啊，真诚心，这个利益就大了。啊，我们今人怎么修、怎么行都比不上古人。什么原因？古人修仙的环境好啊，氛围好啊。200年前，我们今天到斯里兰卡看到的那种感动的情形，200年前中国社会就是那样的，比他那还高，水平还高。啊，因为中国有大臣。有儒有道，啊，确确实实是世界第一。啊，这200年，我们学外国人，把自己东西不要了，啊，自己东西摆在面前。不能吐啊，文字改了啊，这是大环境啊。啊，要跟古人学习，要以古人为师啊，学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啊，真实的经验的学文言文，不从这里下手，你没办法啊。今天谁能懂得文言文，谁就是真正汉学的传人啊，汉学的老师啊，继承了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这人还得了啊？啊，这个人能救自己，我相信他一生过孔孟的生活，过佛菩萨的生活。身心健康啊，法喜充满啊。论语头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就是喜悦，就是佛家讲的法喜充满。啊，你真正能得到古圣先贤的真传，这文字多重要。古籍里面只要通个2-3种就够了，
要精通佛大乘无量寿经够了啊，黄连祖老居士的注解内容非常丰富，是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的精华啊，这个本子加上注解就是大乘佛法精华录，专心搞啊，要讲，要天天讲，啊，一天至少讲1个小时，一生不中断，不要等你一辈子，10年之后，你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化身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要是一生专搞观音三经，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专攻地藏三经，你就是地藏王菩萨。你当然能够承担大法的乘船传人教化众生，佛法就兴旺起来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语言不足啊，你们好好的学，我替你们制造因缘，啊，我全心全力支持你，你的成就超过我10倍都不止，才能救世界。佛菩萨给我们的缘分啊，这最明显的斯里兰卡的缘分，马来半岛的缘分，啊，印尼那边我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有必要我还得常去，不常去这个语言慢慢就淡掉了。啊，现在为难的年岁真的是太大了，体力不如从前的，我在85岁以前体力很好，没有感觉到累。啊，这2年感觉到有点累了，不一样了。85岁以前哪里打个电话找我去，我真去啊。现在人找我都考虑一下，啊，真正有大的利益，对佛教有利益，啊，对团结宗教族群有利益。
对世界和谐有利益，我还是去。啊，如果不是这几方面的利益的时候，我个人的利益我绝对不去。啊，我没有这个必要。啊，我今天一心求生净土，我不想在这个世界多住，我去它干什么？啊，所以为正法救助，为众生福祉，这个应该要去。啊，累还是要去。啊，斯里兰卡全国学佛，而且落实到生活，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世界各地的佛法，只是口里说说而已，没真做到。啊，那么在斯里兰卡学这个办学呢，有好处，在那里学习，你走出学校之外，你见到。啊，看到佛法了，所有环境全是佛法。啊，大人小孩，各行各业，啊，没有一个不把佛陀的教诲啊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看到了，那是以佛法治国，以佛法教化众生，啊，这个太理想了，啊，所以佛教大学、宗教大学应该建设在那个地方，啊，全国朝野支持，这个力量就大了。啊，我们要做出榜样。这个国家，除佛教之外，有印度教，有伊斯兰教，有天主教，还有几个宗教，他们也是多元宗教。啊，政府对于这些宗教都很尊重，没有歧视。好，那我们希望将来这些宗教，每一个宗教都建立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他们宗教，落实在这个小区。都给世界做好样子，来看看。啊，大乘佛教，我们也做一个小区。啊，慢慢的把它提升起来。啊，他们现在是小乘。啊，他们乐意接受大乘。我们希望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后来延伸的许许多多的宗派法门，通通都能在这个地方兴旺起来。啊，只要真正有人肯学，放下万缘。放下名利，啊，障碍我们的没有别的，财色名利，四大魔王，啊，这个要远离，要真正放下，你就会一帆风顺。那么这个莲池大师教我们
先从法上看无生人，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心按在这个地方，这叫人，叫无生法人。要行呢，在行为上呢，则报行成熟。报行，报是果报，行是修行，报行成熟是什么人呢？化身菩萨了。我们是有行的，不纯的，没数啊！啊，中国佛教里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是报心成熟啊，见心成佛。三诸佛十宝庄严土，这叫成熟的啊，报行没有成熟的。三方便土、同居土，就是十法界没有脱开脱离十法界啊，也就是说还没有能够转世成智啊，他用的心是妄心，用阿赖耶，用分别心啊，分别心用的成熟，不执着了，虽分别不执着，这什么人？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没有超越十法界，纯属超越十法界啊，这从形上说的啊，这种人知名于理，无相无垢啊，旷若虚空，湛若听海，那、啊、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啊，智是智慧，真智慧现前了。啊，理是自信，智跟自信融成一体了。离一切相，无相啊！事出世间一切相，全放下了。外无相，内无垢。这个地方我们常说积功累德了，这个地位上啊，积功累德也放下了，他还要不要做积功累德的？他还做，他从来没休息啊，他做跟我们做不一样，我们是有心去做，有心有妄心，他们没有妄心，他们真心在做，真心在做是做而无作，无作而作啊，四谛里头无作四谛。
啊，妙觉如来回归常寂光，常寂光里头一法不离啊，但是呢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那个应就是无作而作，自然的，他没有起心动念，但是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全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众生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佛知道，那他知道了，应该来帮助你，他就来现行。啊，应以什么身？不是佛自己想象，是众生心里头希望的。佛菩萨来帮助，佛菩萨就现身。希望佛就现佛身，希望菩萨就现菩萨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所以现身说法了，不是佛那边的事情，是我们众生这边。我们动什么念头，他用什么样的反应？啊，就像这个江本博士的水师爷，我们起心动念头，这个水自然现出洁净来给我们看。我们念头善，非常之美；我们念头不善，那个图案现出来很难看。啊，自信就是常寂光，跟一切众生感应的就跟这个样子相似，跟水师爷相似啊，感应到叫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对佛要有决定的信心啊，佛在帮助我们啊，我们的一生通通是佛安排。啊，无论什么境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讲境是环境，啊，外面的环境有顺境，有逆境，啊，小环境是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大环境我们住的这个地球，缘是人死环境。啊，我们面对这一切人，人有善人，有恶人。啊，佛用一个境，一个缘，就统统包括了。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死环境。啊，在境缘当中，自己能做得了主。啊，不为环境所干扰。这个很重要啊！啊，自己要能做主啊！啊，不要被环境转了，我们要转环境的。啊，要相信佛的一句话说：“境随心转，心做得了主啊。”整个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跟着你转了。啊，自己做不了主，在环境里头起了贪嗔痴慢，啊，生起七情五欲，那你就被环境转了。啊，学佛的人真正学佛，
功夫就在这个地方看了。在静缘里头，你有智慧做主，不是感情用事。啊，初学的人装不了环境，受不了环境的压迫、环境的诱惑，那你就用念佛这个方法。啊，心里头念念是阿弥陀佛，啊，里外清清楚楚，我佛号不间断。啊，我实在没办法了，求佛力加持，环境自然会转变。啊，无相无功啊，旷若虚空啊，是比喻。啊，湛若庭海也是比喻。这都是这两句比喻我们放下了。放下不是什么都不做啊。啊，自立要有节制，要适可而止，不起贪心。啊，逆境里头不起怨恨。啊，譬如对回报我们人障碍我。啊，羞辱我的，这都很难忍。啊，陷害我们，对这些人不生怨恨。啊，不生怨恨，你就会生感恩的心。那感什么恩？害我感什么恩？害我，我能忍了，我要感这恩。他不害我，我这个人从哪里修啊？我忍辱的功夫完全在境界上修出来的。好事情呢，不是坏事情啊。啊，菩萨道场有这门功课，这门不及格成不了佛啊。啊，所以会感激，会很欢喜。啊，受害了也很欢喜，啊，受骗也很欢喜，啊，别人骗生怨恨心啊，啊，甚至生报复的心啊，啊，我们若无其事，啊，钱财我用你用都是用一样对吗？啊，我不用给你用好了。没有一丝好怨恨啊，处处需要忍，处处需要让，这个人有大福报，后面的福报很大啊，很快就回来了啊，是自然的啊，不是我们有心去求的啊，所以心量要大啊，湛若庭海呢，是心量要清净。啊，湛跟庭都有清净的意思。这个水没有污染，性时忘乎，皆然不起。这两句法说了，前面是比喻。啊。把心识比喻作虚空啊，心识不起妄惑，或是迷惑妄是妄想
你的心是清净平等的，啊，迷惑就不清净。有妄念就不平等啊，所以要把自己修行的目标锁在本经经体上。经体上修行就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就是阿罗汉，平等心就是菩萨，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真的觉悟了，是佛了。啊，这个是从因上说的。啊，果报在上半句。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庄严就是相好，啊，实在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大乘是智慧。啊，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啊，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平等觉来的。在经题上就显出来了。佛菩萨教给我们什么？教给我们修因正果，那佛说法有他的善巧，先讲果，为什么你欢喜，你希望得到，然后再告诉你你怎么得到。啊，大乘无量寿庄严，你真想要。怎么得到？清净平等觉就得到了。啊，修行修行，肯定先得清净心。啊，染污没有了。啊，清净心要从无我下手。啊，怎么无我？我念念都想众生，不要去想我，我就淡化了。啊，念念想正法救度，啊，念念想帮助众生离苦的路，没从来没想过我，把我变成一切众生。啊，把我变成诸佛如来的正法，不是一尊佛，十方三世一切佛。啊，慢慢，自自然然。我们的心识荣辱自心啊，要把心识化解，荣辱自心。荣辱自心之后，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入这个境界，这就成佛了。
啊，佛以法为身，叫法身。法身就是你承认变法界、虚空界是我自己，这就叫真的法身。啊，所以讲伦理，伦理是讲关系。中国人讲人与人的关系，五大类也：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啊，这人是关系。佛法讲绝了。佛法讲一体，啊，这些人呢，我们可以把它讲成五伦一家人。达到极处，六道里头叫人道，人道是一家人，这个范围扩大了，啊，人道一家人。可是佛更大，佛说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是自体，跟我是一体，比一家人还亲切。一家人不是一体，佛讲是一体。为什么是一体？是一个自心变的，自心是一个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切众生一体。确实的，一体哪有不爱的道理？一体哪有不全心全力协助的道理？啊，全心全力去照顾啊，去关怀啊，那什么人？法身菩萨。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是自己啊，照顾的无微不至在这个境界里才真正了解事处世间一切法没有比佛法更好的没有比佛法更殊胜的啊，作佛真正是第一等人啊，方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啊，我从这六十二年当中得到的，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正是叫人法喜充满。啊，那么在行上要做到这里，心识妄惑寂然不起，寂然不起就融成一体了，这明心见性。这叫无生。前面说法通住地啊，前面是从法上说的，后面呢从行上说的，从行上这是八地以上啊，八地所转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
他们的境界。故知净严疏中之无生法忍，即弥陀疏钞中月行之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有从法上讲的，有从行上讲的。啊，这是从行上讲。啊，故净严疏为七地以上，莲池大师只为法地，两个说法相同，没有违背。七地以上就是八地。啊，莲池大师直接讲的是八地，八地就是七地以上，七地以上就是八地。啊，是一个意思。又人王经，一位无生法忍在七八九地。那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他讲到无生法忍，他分三品，下品无生法忍七地，中品八地，上品九地，啊，这样子分法的。啊，那么十地无生法忍上面叫极灭忍，这最高的了。啊，无生就是真正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我们看一切法生，有生灭。啊，他们看一切法不生不灭。极灭人是佛证的。啊，下品的极灭人是十地菩萨。中品极灭人是等觉。上品极灭人是妙觉佛果。啊，妙觉不是菩萨位了，等觉以下是菩萨，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都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对于宇宙事实真相彻底通达明了，八地以上。啊，不受环境障碍，明心见性通通得到了。啊，这四十一个位置上个个得到，但是究竟诸法实相，这个难了。啊，这个只有最高层五个阶级，啊，真正通达明了。我们对这些真的搞清楚、搞明白。就真正晓得佛教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宗教，它是教育。它叫什么？普世教育，就是对一般人普通的教育，是伦理、道德、因果，帮助世间人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
扩大心胸，包容万有，做一个和睦、幸福美满的人生。这是佛教对普世教育，对一般人的教导。那么在向上，向上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这个我们要讲清楚、讲明白了。很多人误会它是宗教，是迷信，错了啊！佛教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那就是科学跟哲学的终极目标啊，对于整个宇宙搞清楚、搞明白，而且能够控制整个宇宙。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是怎么来的？纯净纯善心性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能把地球上的人都能够把它教到纯净纯善，地球就是极乐世界。啊，达到一心恐悟，就能改变我们的物质环境。啊，把我们的物质环境比照西方极乐世界啊，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能不能做到？能啊，不是不能啊。啊，我们的本能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丝毫没有欠缺。阿弥陀佛能建立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在地球上建立。靠我们的教学，啊，当然最理想的，我们首先取得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就像从前法藏比丘一样，用五戒的时间到一切诸佛刹土去考察、去学习啊，好的统统要，不好的统统不要啊。法藏比丘是用这种方法建立极乐世界的。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就是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精华，最美好的全在极乐世界。我们学会了，回过头再回到地球上，帮助地球要把它造成一个极乐世界，可不可能？可能啊。我们要有这个大愿，要有这个大心量，建造极乐世界是为度众生的。啊，地球上的极乐世界，就是弥陀极乐世界的峰会呀，普度一切苦难众生啊，这多有意义，多有价值啊！人生到世界上来，没有白跑一趟啊！
同心同德，向着这个目标，帮助所有的众生。啊，你有智慧，有德能，有善巧，有方便，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啊，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啊，智慧、德能、相好，不是学来的，不是修来的，这一点要知道，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所以大乘佛法把修学的宗旨目标锁定在明心见性，就是一定要把自性找到，开发自性本有的智慧的能相好，不是从外学来的，外面学来的是知识啊，比不上智慧。啊，向外求法，大乘教里头称之为外道。啊，外道不是骂人的，不是轻视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外道是心外求法。啊，那么佛法呢？佛法不向外求。佛法向内，大家知道了。向内求什么？求明心见性。怎么明心见性？放下。就这个方法。啊，放下。妄想，自性里头没有妄想，现在我没有妄想啊，自性里没有，当然可以放得下。自性里头没有烦恼，自性烦恼里，自性里头没有业障，我们把妄想、杂念、烦恼、业障统统放下，就成佛了。啊，单单在经教里学，学了不肯放下，这是知识。把佛教的经典转变成佛学知识，现在很多学校里开的有佛经哲学的课程啊，走这个路子，这不是佛法，这是变了质的佛法，把它当作世间一种学术研究啊，入不了境界，见不了心。啊，虽然学得不到受用，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学以致用啊，学了没用出去，它干什么？我们这一次五月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啊，会后我们访问了法国的汉学院，我们实在是孤陋寡闻了，对欧洲知道的不多，原来以为伦敦是欧洲汉学中心，
这个叶黄文才晓得，真正汉学中心是巴黎，不在伦敦。啊，以前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跟他们的教授交流。啊，他们比伦敦早。啊，满清时代就建立了。有100多年的历史，啊，相当有规模。啊，欧洲人有个谚语：“学汉学到巴黎。”啊，那么巴黎的汉学，他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建了个汉学院。他们听了也欢喜，希望以后我们合作。啊，我们告诉他，汉学对现前的社会管用，能够帮助我们个人身心修养，啊，达到健康长寿。能够帮助我们家庭幸福美满，能够帮助社会安定和谐。他很惊讶，他真能做得到吗？啊，他们是把它当作历史去研究，啊，看看古代这些东西，没想到现在还管用。所以我就告诉他，如果现在不管用，我学它干什么？不就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啊，我们这次去访问的，给他这个启示，管用。他很惊讶。啊，我说我们确实做了实验。啊，以前我们在巴黎联合国做报告。啊，大家不相信，说这是理想。啊，现在人做不到。我们在汤池小镇通过3年的实验，我们做到了，真的改善了，真管用啊！啊，希望他们将来研究的方向能转变。啊，实用的汉学。不是历史的汉学，现在实用的汉学。啊，这个名称也要改一改。啊，现代实用汉学中心。啊，我们不是搞历史。不是怀念过去，我们是要享受现前。啊，实用汉学，搞这个，啊，搞这么一个汉学中心，啊，现代实用的汉学中心。那我们马来西亚。学校建好之后，我们会密切合作。啊，这些人对于文言文的底子多好！啊，我参观他们的图书馆，有不少现装书，我看得很惊讶。哎，这真是有心人。中国古籍现状书在他们图书馆，啊，现在有科技的方法，我们照相影印，啊，可以把它翻印出来，
流通到全世界。啊，把我们研究学习的效果在联合国公布，真能帮助人解决问题。啊，汤恩比的话是真，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